金联网李佩斯在霍比特人系列之前就曾经多次被出柜。近日李佩斯在为某杂志拍摄写真时接受了采访，他表示自己曾经和男人与女人都约会过。他还说，老实讲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在意这些，我是个演员，而我去扮演我的角色。我觉得你的问题挺困扰人的。这个采访虽然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性取向，但并没有正式公布。到了3月5日这天，他在推特正式宣布出柜，表示自己是个酷儿群体里的一员，明白做自己的重要性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